把这不用量的宝挂。大米，没得天气。好起来了，老师要伤你了。是啊，是啊，因为今天要打阿姆尼的三三天的大波是啊耶。好吧，别啊，今天要来送路。阿路，今天要不坐的你们来送一趟呗。谁都给来了。爱着我的啊！今天几来了？今天多被买，吹得老冷的，没不着的嘛。今天过节被你来不？太明年了。哈、啊。啊，米龙没过了，到我班长了嘞，嘿嘿。咋的？那班长没回来嘞？没买材料也回来啊？我弟弟怎么样？咱们老镇两个今天假。好乖好乖。我那天没买材料，这边卡嘛没把拉了。顾外表我洗的嘞，顾差跑呗。我那个叫大的啥，没压的路，压的路呢。阿达没压那一马，就顶路表现了。哎，妈妈烧呢，就顶你的一米三帮他嘞，烧米三里吧那边。怎么样顶你的把的？没顶好啊，没顶好啊，手臂。等下没事的嘞，妈妈爸爸屋。啊，他吧咯，他吧咯。没他妈给啥，没他妈妈没钱了没？啥了？没呀都没呀呢。好个吧，小爷，阿姑说咱们拍啥呢？不啥来讲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哈，白天哪里啊？没那边呢。没那边，小爷，吐嘞。呀。吐吧，小爷。吐你那边哩？呀噜。哦，白天哪边啊？吐吧，吐。吐。哦。他们都有了，肯定出差呀，没不着嘛，出事的。阿妹嘞，谁还来看到我们家吧？不，出面白起走，谁还来动你家吧？哈，都干嘞，这家家跟我面白的使用他们干不？龙江面白的锅碗越比较稀少了他了，家买一多干了，谁买？这老面白的门卫里呢，他们要把啥病？啥家都没包？啥病没说了，爱为了。对呀，真的天天热，爸爸们每天洗洗头弄的嘞，出晒阳光，要洗你娃嘞，看见？出晒阳光，爸爸们每天洗洗的个，颜色高那边，大家没路，第六高呢，爸爸们每天洗洗的个，不露头部嘞，是吧？就那都吃了，来几包，看见？这个是阿明哥来洗。OK， 明哥来我看见。今天哪路也出你每天洗阳光那边咯，爸爸们每天洗洗个，不露头部的嘞，是不？啥？我哪个下午来加班没事 ？OK 吧。不管就来几来加。OK 吧，看见？好，谢谢吧。妈耶，这米白的呀，烂塌了，颜色恁家嘞？比如说，这路米白淡了的呀，不如有钱喂它嘞，是吧？这弄的吃了是比较不错的。啊，那路地家土米白是有透露呀的，原则噶，再买一点地家它比较透露它不咯？那咱们路米白是我喂有的是买的没？地家它比较那路噶，是你的家呢有钱比较喂有的，这路没有自家的农家弄的米白是我东比较正买的，管理的高呢，那把我米白是试试过也是买批白的。不行的，对呀，收了好的烂了的，比如说别买烂了的，怕你把枪毙死的了。嗯，对，大老板看比较米白色，比如外国棉嘛，烂烂了嘛，喏，烂的全家路线人，比如用米白色的棉衣，那他也提出来的钱嘛，我们老呢，交多少了，滴滴答答，米啊，米么好贵没？米白色也比较宽松的，棉衣呢提出来的钱嘛，米白色嘛，范围呢，哈啦。